最後好快講埋呢只啦。咁如果揀啲潛力股嘅話咧，啊，都係一隻相對上比較強嘅股，可以揀邊只？我覺得一隻中糧佳康係可以去留意一下嘅。而家市場係炒啲咩咧？就係炒緊嗰個豬肉嗰個價格，其實有機會就進行一個推下彎啦。其實都券商出嚟，都有啲報告就講噶啦。而家嗰個生豬嚇嗰個週期嗰個拐點會去到幾時咧？憧憬緊去到即係第二季到第二季尾啦，最遲嘅應該就係第三季，可能都應該會到。如果係呢個 cycle， 呢個即係豬肉價格嘅週期有機會即係出現翻嘅話咧，咁對呢一輪嗰個嘅糧食股啦，或者豬肉相關嘅股啦，其實會有一個唔錯嘅一個上升動力喺度。呢一嘢其實佢抽完上嚟之後啦，其實係集體上升噶啦。啲豬肉股呢一嘢嘅時候，然之後又整固完。整固完，其實佢又冇對翻落去啦。其實其他嘅豬肉股相對最近都係硬淨啲。咁佢就整固完，而家成日稍其實係有機會再向上突破。如果突破得到嘅話，咁啊睇住即係3.5啊，去到挨近4蚊啲咁水平啦，係可以有個上望空間喺度咯。咁始終啦，但係都要留意翻係啲咩，到底嗰個豬肉價格嗰個走向啦，啊，同埋嗰個豬肉價格嗰，那個周期是不是真的在那個預期，即是整個不同那個overall 不同你那個券商，或者整體市場的那個預期，其實都出現一致，然後就大家都是看，應該就可能是去到第二季就有個turn下彎。如果真的大家的預期是有一個這樣的形成的話，對於這一類的糧食股來說是會有一個挺好的一個支持在這裡。